Hello，大家好，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只黑熊爬到树上了。这只黑熊一定是新来的访客，由于跟我们不熟悉，所以呢防卫心很重，看到我们出现在花园附近就马上躲起来。与此同时呢，我先生呢他正在清理这个餐台上的水，给他注入新的水源，然后也放了一些葵花籽跟苹果。It's new bear, Jeff. New visitor. He doesn't know us. That's why. Oh. 爬树可是很厉害的，遇到熊可不要装死跟爬树哦，因为他们是爬树的高手，而且呢，他们的嗅觉非常好，所以装死也是没有用的。躲到树上去了，看看我们家附近的环境。今天呢天气非常晴朗，现在的时间呢是傍晚，差不多7:30左右。这是我们家的民宿，好了，可以下来了，可以下来了。我是安夫人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美好，跟各位分享。